订阅砰，点赞砰，提醒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新宇江一的江一哦，今天呢，啾啾，今天江一准备了爆旋陀螺第八代的惊喜随机包，八个惊喜盲盒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拆箱吧 ，Go Go！啾啾，朋友们，爆旋陀螺惊喜随机包第八代的惊喜盲盒在这里了，所以江一呢准备了八个陀螺惊喜随机包，这里面呢朋友们也应该知道哦。好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江一要在八个盲盒中抽到这个限量款的哦，江一能否抽中呢？好，第八代的限量版陀螺是 Shelter Regulars 哦，是不是非常帅气呢？江一真的好想要这个呀。好，那么江一来拆一下惊喜盲盒吧。Go go！ 那江一要拆第一个盲盒喽。啊，一开始就抽到限量版陀螺的话，那就好了。好，马上就来拆一下惊喜盲盒吧。Okay. 开箱！噔噔噔！好，第一个就是限量版陀螺就好了。呀、好，里面有一个底部盘、战神盖，还有攻击环。江一把里面的都拿出来了。好，朋友们，看战神盖的话呢，我们就能知道江一抽到的是什么了哦。来看一下战神盖，辉石。看，朋友们，灰色战神盖的话，那就是 Dragon Storm。很可惜，第一次呢没有抽到限量版的陀螺。将你们看，将一把 Dragon Storm 组装好了。那将一在组装的时候发现呢，朋友们， Dragon Storm 是左旋转陀螺，往右拧的话是安不上去的。从右边向左边拧的话，你们看，组装完成，哟吼！接下来第二个盒子拆箱，哦，好像抽到了。朋友们，摸上去感觉跟刚才好像不太一样呢，拆开来看一下。拆箱看一下，耶嘿，朋友们，这次抽到了橙色的战神盖，呀，哦，朋友们，这个 quarter 的陀螺呢，是右旋转的陀螺，哦，比想象中要帅气多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盒子拆箱，好，目前拆了两个还没出现重复的陀螺，哎，拆了两个就出现重复的话，江一是不是臭手啊？臭手，哦，等一下，哦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摸起来怎么感觉跟这个感觉差不多呢？哦，真的很像啊，真的很像啊！哦，等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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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拆开来看一下吧。啊！天哪！重复的陀螺直接放到一边吧。好，第四个盲盒拆箱。哦，佳佳，那么第四个陀螺呢，就是 Yggdrasil Yggdrasil。哦，江一呢非常喜欢这种蓝色系，特别是浅蓝色的颜色哦，我很喜欢这个蓝色的陀螺。哦，这是往右边拧上去的，这个是右旋转。下一个第五个盲盒拆箱，不会吧？难道又是重复的？那建议来拆开来看一下吧。那么第五个盲盒里抽到的就是 Dragon Slash， 哦，是黄色的陀螺，看起来很可爱哦。哎，看，先右边这样叮拧上去，那么就代表，粘，它是右旋转陀螺。还好没有抽到重复的，好，放在这里。那现在已经抽到了四个了，八个当中有四个，然后呢抽到了一个重复的。接下来第六个盒子拆箱，出来吧，出来呀！天哪，现在呢在六个当中抽到了两个重复的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七个盒子拆箱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是什么吧。啊，只要不是重复的就可以了，拜托，第八个盲盒抽到限量版的陀螺就可以了。不是重复的，不是重复的，不是重复的。这样的话，江一呢在六个，是第七个盒子吧，已经拆了七个盲盒了。好，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在七个盲盒当中，现在已经抽到三个重复的了。好，这次真的是最后一个，第八个盲盒了。江一要拆这第八个惊喜盲盒了，朋友们为我加油吧，祝我能抽到。你叫什么？是 Shatter Regulars 限量版的陀螺，给我加油吧！好，托朋友们的福，拆箱，辉石，拜托出来吧，最后一个了。哦，朋友们，摸起来感觉有点不一样，好大哟，战神盖很大，感觉还能摸到塑料哦。应该抽到了，里面可以捏到一个小塑料袋，而且很大呀，这不就是限量版吗？呀哈！好，江一来拆一下包装袋吧，抽中了，咋样？哦，朋友们抽到了，哦，哇，真的好帅啊！咋样？哇哦，太帅了吧！
这是蓝色的还是紫色的呢？感觉两种颜色混在一起了。然后看陀螺背面，这里是白色的哦。哇哦，终于抽到啦！呀吼！赶紧快速的组装一下陀螺，朋友们，这次呢，还会在陀螺上贴上贴纸哦。OK。小江安，朋友们，江一呢在限量版陀螺上贴上了贴纸哦。哇哦，贴上贴纸之后感觉更帅气了呢，好想快一点玩一下哟。好，首先江一先来组装一下陀螺吧。哦，朋友们，这个陀螺也一样是右旋转陀螺，右旋转。你们看，江已经组装好了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哇，感觉和其他陀螺差不多，但是高度就不一样。不用你们看，江江比其他的高一点哦，是吧？它会有哪些技能呢？还会有哪些优势呢？我们一起来确认一下吧。Go go！江安朋友们，江一呢像这样把抱旋陀螺的竞技场已经准备好了。第一个测试呢就是小江测一下速度和力度哦。这个 Shuttle Regulars 第八代的限量陀螺速度会是多少呢？你们也很好奇吧，现在就来测试吧。好，江一准备好了，来 3 2 1 Go shoot！ 好，江一发射的非常用力哦，看一下分数是多少。哦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，江江速度竟然是746哦。江一之前测试的其他陀螺呢有超过1000多的速度来着。哎，我觉得这只是发射时的速度而已，实际对决时可能就会更厉害吧。所以呢，江一准备了这个加加 Tornado Wyvern 来进行对决哦。这个 Tornado Wyvern 是第六代的惊喜随机包里面的限量版陀螺，看一下第六代限量版还有第八代哪个更厉害吧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陀螺对决吧。Go go! 3 2 1 Go shoot! 好，比赛开始了。好，分数呢我们等一下再确认一下。好样的，攻击他。好，分数是698。耶、yeah! 朋友们，还是第八代限量版陀螺要更厉害哦。耶嘿，今天江一呢拿抱旋陀螺的惊喜随机包第八代来抽了限量版陀螺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看得开心吗？那我们江一呢今后还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视频的，朋友们拜拜。朋友们，江一在八个盲盒里面抽到了限量版陀螺，今天江一的运气真的很不错吧，朋友们你们也来挑战一下吧。那么拜拜，咻咻咻咻。